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，因最近本人手头有点紧，不能准备贵重的物品，都老夫老妻了是吧，也没这个必要是吧，希望663能够理解，直播不易难啊。然后先把你这个第一份礼物先给你带着，把多点拿一点。那敷衍我是吧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，那张卡片是迪奥的，是不是有迪奥的礼物啊？我们借来的呀。啊？我们借来的。这个可以买的呀，这个小卡片5块钱一张。哦。假的。走，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区，我带你去。我都不知道这个开头是啥意思，那两个啥东西啊？要不送给你吧，萍姐。啊？那个金链子送给你吧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老板对你的爱我怎么可能把你当传统的。我觉得这个金链子也很适合你。要。要。大直播。我都要看一下什么大直播。我们现在是去干嘛？开就是，反正礼物嘛，就反正最贵重的两个礼物嘛，就在这里了。就是你看到两个黄金，就是。黄金连包装袋都没有吗？没有。为什么连包装袋都没有？没有包装袋。你这样问我怎么相信你这是真的假的？纯金。不是你俩老夫老妻，竟然不能相互相信？你要相信对方。我说了纯金，我俩今天去的金大福买的。谁看到老夫老妻？发票还有呢。不要乱讲。发票还有呢。那肯定路边他买的吧？那个、啊、不可能，就是这个商场哪个商店里买的？我们会这么敷衍吗？往前走。是不是这里买的？不会，不可能。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地方买的。这里买的。我多逛一下这里，有没有你们同款的东西？来，这里的东西没买过。卡了，这么卡吗？里面？好了。好了是吧？不用，我帮你拿着。我怕你再扔掉了。999纯金哎，开玩笑。我带你去，然后全程我就不参与了。然后你怎么样开始你的就是接下来的环节呢，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完成。我在边上，我就第一个开始我启动，我教你怎么启动，其他的我就不管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这边上去，3楼。
他停车去了呀。就是毕竟这么大一个主播，拿这两个纯金的东西有点送不出手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他就跑了，然后拿着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环节了，在这里面。哪里啊？抓娃娃机。这个娃娃机里面。娃娃机里面，然后啊，小心点。然后就是开始你的第一。我要去抓娃娃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抓娃娃。啊，我不会啊。你不会，随便。慢慢抓吧，什么时候抓到什么时候回家。在玩我吗？晚饭没得吃，还在搞东西。不知道哎。都几点钟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。干嘛？来拿吧。我拿手机好吧。哎呀，我刚没看到弹幕，抓那个糖，抓糖，对，抓糖。啊？不用给钱。自己家开的，来吧，可以了，开始已投币了，已经投过币了啊！开始你的操作啊！包圆了，今天晚上啊，是自己家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没玩过，我也玩不来。真包圆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包圆了。有三个，我夹哪个？随便，你夹到哪个都行。这有几次机会？只要它能动，都是有机会的。不能退了。这样还抓不到哎。不是我弄的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我要抓哪一个？随便哪一个都可以。为什么？应该是这个最外面这个最好抓。最外面的。对，应该是这个外面的。啊，我也不太会玩，我也不太懂，我真不会玩。啊，我抓不起来，我从来都没有抓起来过以前。没事，我也不知道呀，但是他这个有开始这个环节，他必须从这里开始。哎，懵了。帮我夹，叫什么？你帮我夹一下，你试试看，你帮我夹。我不能试呀，今晚是你是主角，好，我帮你夹一次，好吧？就一次啊。那我也不会玩的呢。哎呀，那我要夹了。我是真不会玩，哎。放掉了，拿到了，继续啊！玩崩溃了，我呀。
没有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弄，我也不会玩这个东西，我没玩过，从小到大我都没见过这东西。就是什么时候钱没了，什么时候就夹起来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反正我没玩过，我从小到大都没看过这机器。还有几次机会？还有几次机会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今天晚上这个东西没夹起来，可能就今天晚上就开始不了，就饭也没得吃，我也没得吃，你也没得吃，就。老板跑路了，老板停车去了，打电话给他，老板说继续，看继续，继续，好玩的刚刚开始。自闭了，表情微微的开始变化，怎么办？老板别玩崩了呀，玩崩了我死定了呀！欢迎恩总。老板他现在把机器砸了怎么办？啊，完了，动作都开始变了。继续。老板说25次以后，25次以后就有一次起来的机会，你要带过来。那现在几次？我也不知道几次了呀。23，应该是游戏最少定设定吧，应该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清楚，我下午没来。不知道哎，你按一下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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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快了真快了真快了，看见没有，有起色了，哎，有起色了，真的。啊，只要加中一个就可以了。现在越来越机会了呀。加油啊，老板！应该快了吧？这游戏不是很……我不敢说。
本。好像下午好像似曾相识，我好像说过这句话，好像。老板，老板不说话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还要再夹25次吧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没碰到过呀，问题是。老板说出来为止，老板说继续。我要扣工资的，我家了，快了，动了，啊？什么？他自己买的呀，在店，你不知道吗？欢迎白浩哥。换个角度，好，这样看不到啊，你们这样看不到啊。感谢恩总的礼盒，感谢恩总，感谢恩总，感谢恩总大气。我不知道呀，刚才本来起来了呀。这要搞什么时候去啊？啊？又要开始？重新开始你的表演。来来来来，老板三分，哎。上完分了，我上完分了已经。又我不知道呀，他们刚才老板说25次，我也不懂。
他们说让我帮你拿手机。欢迎范总。感谢你懂的礼盒，感谢。六六三的。感谢老公续费，感谢。好。终于中了。来来来来来。这是不是可以作弊？对对对，可以。啊，没有作弊啊。走。然后拿加密，我们太难了，我真的太难了。八点半了还没吃完饭，在这里整这东西太难了。哦，哎呀，九九九纯金，拿起来先。感谢老公的火锅，感谢。来，自己动手拿吧。拆，你不拆开吗？放地上拆开吧，要不？啊，行。来。什么？脸孔照相馆在哪里？对面脸孔照相馆。从柜子里找答案，但是一定要翻什么？翻到最后啊，还有个拼音，哎，厉害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不知道呀。搞这么多盒子、啊？我不知道呀。不是这样子开的呀。那怎么？那礼物是在下面的呀。我跟你说了，拿地放到地上来，来放地上来。哎，你要先这样子开，哎，没有，哎。但没有，因为他我们里那个我不剧透了，哎呀我怎么剧透了，哎呀这怎么玩呀，啊不是这样子拿，你这样盖子开了没用，因为礼物我们放在下面，哎呀完了剧透了，完了剧透了。淘宝多少钱买的？我不知道呀。淘宝多少钱买的？啊？留着有用，拿。好了。现在开始你自己玩了啊，我不说话了，你要根据这个来就可以了。我装回来，等你帮我拿一下，我把它装回来。哎呀，这什么？这个电动车的钥匙，有点像哦。手机呢？等一下，让我拍张，让我拍张。等一下，你把这拿开。我手机呢？不是，我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了。等一下啊，各位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拿着它，我先把它装回来。生日礼物呀，这个。恭喜六三喜提阿玛什么什么电动车一台。
在哪呀？那个什么照相馆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现在只想赶紧做完这些事情去吃饭。这要怎样怎样搞啊？我不敢进去，我要进去干嘛呀？找东西吗？我忘了那个他刚刚写了什么，我看一下。影棚柜子里找答案，影棚柜子里找答案，影棚柜子里。有人吗？没人吗？你好，那个我来找东西的。谢谢哦。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对。是不是有钥匙？对，我有钥匙。这没锁，开错了。这有个编码的，这是不是有编码的？嗯，怎么还没看到？515，是不是515？我来拿，我来拿。啊？这个515。啊，对，515，对，515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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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难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这？我要是不把他这个帘子拉出来，可能他这辈子都看不到，好像。哎，太难了。哎，来。太搞笑了。请开始你的。拍一张。什么鬼呀？这两张照片就不拍进去，好尴尬啊。别把照片拍进去就好了。没有拍进去。啊。你把钥匙插上去吧，把这个纸条拿出来看一下写了什么。什么？餐厅可以吃饭去了是吧？什么？哪里啊？喜茶 W 餐厅。啊，这里见。啊，吃吧。你找得到吗？啊，你找得到吗？找不到，你自己找啊，你自己问路啊。啊，你还以为我把你问的？还在开玩笑呀？直播间难道我不说话嘞？这游戏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不是我玩的，是你们年轻人玩的。我都老了，我不玩这种游戏了都。来，拿着吧，小伙子。你带我去啊？我不可能带你去的。你自己想办法，你找到那个地方。你想办法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你看地址啊，你看这里啊。走。地址。对啊。W 餐厅3楼。对啊。那，滨江星光大道。这里是星光大道吗？我不知道呀。这里是星光大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反正不知道。哎，不是星光大道，让我自己开车去啊！肯定是这里了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反正不会离这里很远，自己问吧，好吧？导航啊？哎，这里有没有那个？我看一下这里，我看一下这里。好像没有啊，这里。这是不是要出去啊？不是这里啊，哎，是这里啊，是
星光大道。这三楼是三楼啊，是三层，它上面写的三层。是啊是啊，是三楼啊。欢迎妮姐。咱们，我给你支个招吧。啊？我给你支个招吧。你说。你可以问一下别人啊，我也不知道。问一下，你怎么走？我不知道啊。一七啊？好像，好像走错了。完了，死亡了。哎，我抱不动了，等一下啊。让我穿这个鞋子里走。好，我慢慢来，老板，加工资啊。我让他走，我不说话了。你不懂，你就可以问问路人，我就不参与了。我作为一个游戏的 N， 哦，导航了哦。这个有点远啊，要这样子了。啊？等一下。怎么走啊？几分钟？等一下，我是搞错了。啊？导航。啊。什么高速优先啊？啊，还要上高速啊？哦，骑个喜茶要上高速吃个晚饭，哎。好，你不要再在研究。
楼上是可以走的，楼上是天桥。车上。哦，好。妈妈肯定在说我笨。没有啊，没说你笨，就哈哈哈哈哈哈，就哈哈哈。有有，等一下，啊，来，没有，我一只手不太好拿，因为这个箱子比较大。哎呦，你看，有点大，有点重，不太好拿。好吧，就是我可能真不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啊，对不起 ，sorry。老板他在看直播，你不要再剧透了，老板。没有，我都被这个弹幕看了笑了。完了，被抓了。又卡了，等一下，这箱子要掉，好了吧，不卡了吧。也行吧，我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跟你走啊。又走错了，好难啊！哎，我是真的拿不动了。
这是哪呀？我也没来过。这里是哪呀？我也没来过。啊，不拍了啊，拍下面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欢迎低调哥。老板说马上到了啊，对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对，哎，马上到了。啊！我不知道呀，我也没来过。我在哪？哪里可以下去啊？啊？哪里可以下去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我再给你个提示，你不懂可以问路人怎么走。反了，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吧，就是我一楼，我们要去到一楼，去到一楼开始。好像是通的，通的呀。我不知道通不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没说什么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只是一个游戏 NTC。